这个叫做铁靶，也叫因为这整个钩形像山字形，所以也有的叫山字靶。这里面一边各有四个的靶钉，而且两边还有两个小弯钩，这主要就是要用来搅对方的器械所用的。这个铁靶也叫家私虎，也叫器械虎。这铁靶永春白鹤拳传统的器械之一，它一般是根据个人的身高来定做的，差不多是1米6到1米8。下面这个叫靶锥，尖尖的，是用铁做的。这个传统器械是因为我们永春地处山区，经常有野兽出入，那么乡民们就把这个铁靶经常来当作防疫盗匪健身保护家人的一个很好的器械来使用。在长期的演练过程中，这个铁靶，整个铁靶的演练的方法和使用的方法很简单明了，实战使用有很高的价值。身体自然站立，右手持铁靶，靶锥着地，左手贴于左腿外侧，目视前方。右脚扫击靶锥，然后两手握铁靶，左膝微屈，右脚回拉，右脚尖虚点地面，长虚步，两手握把回拉至身体前侧，长流水擒把，目视前方。
左脚向左大门进步，随即右脚跟进，两手持铁把从右下方向左上方扇击，把锥贴于左腰际，把头斜朝上，两眼目视把头。右脚向右小门进步，随即左脚跟进，同时两手翻转铁把，从左上方向下沿弧向上铲出，把锥部仍贴于左腰际，把头斜朝右上方，目视把头。左脚微摆，右脚归中门，两手翻转铁把，身体微下蹲，从右上方向左下方沿弧盖压，把锥斜朝后，把头斜朝下。右脚尖外摆，身体微右转，两手翻把一圈，从左下方向中向上托出，把锥部仍贴于左腰间，两眼目视把头。步行不变，两手翻转铁把90度，把头斜垂地面，把头斜朝上，把锥部分仍贴于左腰际，两眼目视把头。两手握把，使把头向右稍外摆，随后右脚尖也稍外摆，然后提左脚向前踏一步，身体右转90度，身体微下蹲，两手持把，用把锥向前方按压，把锥朝前，目视前方。步行不变，两手持把，从右下方向左前方翻打，把锥部贴于左腰际，把锥斜向下，做卷地风起，两眼目视前方。左脚向后退一步，右脚稍后收，身体左转90度，身体微蹲，双手翻转铁把，沿弧向前下方盖压，把头斜向下，目视斜前方。两脚向前微叠进步，身体向右转90度，面向正门，双手持把向前方刺出，把头朝前，把锥朝后，做将军出剑，目视前方。
右脚向前进一步，随即左脚跟进，同时双手翻转，铁把向左前下方盖压，把头斜朝下，把杆贴于左腰际，做青龙滚水，两眼目视斜前方。两脚向前微叠进步，身体向右转90度，面向正门，双手持把向前方刺出，把头朝前，把锥朝后，做将军出剑，目视前方。右脚向前进一步，随即左脚跟进，同时双手翻转铁把向左前下方盖压，把头斜朝下，把杆贴于左腰际，做青龙滚水，两眼目视斜前方。两脚向前微叠进步，身体向右转90度，面向正门，双手持把向前方刺出，把头朝前，把锥朝后，做将军出剑，目视前方。右脚尖外摆，随即左脚向前进一步，同时身体微向右转，随后用把锥从左后方向前扫击，把锥朝前，把头部贴于右腰际，做左扫雪，目视前方。步行不变，用把头从右后方向左前方扫击，把锥部分贴于左腰际，整个铁把置于身体左侧，目视前方。左脚向后退一步，右脚稍后收，身体左转90度，身体微蹲，双手翻转铁把，沿弧向前下方盖压，把头斜向下，目视斜前方。两脚向前微叠进步，身体向右转90度，面向正门，双手持把向前方刺出，把头朝前，把锥朝后，做将军出剑，目视前方。右脚先向前进一小步，随后两脚同时向前跳起落地，同时向内微旋转铁把，然后向前上方托起，做天官的动作，目视把头。步行不变，旋转铁把90度，使把钩与地面垂直，置于腹前，铁把稍微后拉，再向前方刺出，把锥部贴于左腰际，把头朝前，两眼目视前方。左脚尖稍外摆，随后两脚向后跳起落地，
身体向左转90度，微下蹲，两手翻转铁把，沿弧向左前下方盖压，把锥斜朝后，目视斜前方。左脚尖稍外摆，随后两脚向后跳起落地，身体向左转90度，微下蹲，两手翻转铁把，沿弧向左前下方盖压，把锥斜朝后，目视斜前方。右脚先向前进一小步，随后两脚同时向前跳起落地，同时向内微旋转铁把，然后向前上方托起，做天关的动作，目视把头。步行不变，旋转铁把90度，使把钩与地面垂直，置于步前，铁把稍微后拉，再向前方刺出，铁锥部贴于左腰际，把头朝前，两眼目视前方。步行不变，上势向左扭转180度，然后两手持把向左前方顿锥，铁把平托胸前，把锥朝左前方，两眼目视左前方。身体微向左扭转，重心移在左腿，呈左弓步，两手握把向右下方插击，把头斜向下，把锥斜朝上，做倒插金钗。左脚向左横跨一步，随即右脚向左大门进一步，两手握把，用把头从右下方向左前上方扇把，左手握把的部分贴于左腰际，把锥斜向下，把头斜朝上，目视斜上方。右脚向右脚门进一步，左脚随即跟进，铁把从左上方向下，然后向右上方，沿弧向上铲出，两眼目视把头方向。
左脚尖外摆，随即右脚归中门，同时两手翻转铁把，然后从右上方向左下方改压，把头斜朝下，目视斜前方。右脚微外摆，左脚尖里扣，两手握把，同时身体向右扭转，从左下方向右前上方托出，把锥斜向下，把头斜向上，目视铁把头。右脚微外摆，左脚尖里扣，两手握把，同时身体向右拧转，从左下方向右前上方托出，把锥斜向下，把头斜向上，目视铁把头。步行不变，两手翻转铁把90度，使把钩与地面相垂，左手握把部仍贴于左腰际，把锥斜向下，把头斜向上，目视铁把头。步行不变，两手翻转铁把90度，使把钩与地面相垂，左手握把部仍贴于左腰际，把锥斜向下，把头斜向上，目视铁把头。把头先向外摆，然后右脚尖外摆，左脚向前进一步，随后用把锥从左下方向正前方上挑，把锥斜向上，把头斜向下，目视铁把锥。把头先向外摆，然后右脚尖外摆，左脚向前进一步，随后用把锥从左下方向正前方上挑，把锥斜向上，把头斜向下，目视铁把锥。步行不变，两手握把，用把头从右下方向左前上方卷起，使铁把置于身体左侧，把锥斜向下，把头斜朝上，目视铁把头方向。步行不变，两手握把，用把头从右下方向左前上方卷起，使铁把置于身体左侧，把锥斜向下，把头斜朝上，目视铁把头方向。右脚跟外旋，左脚向后退一步，两手翻转铁把，同时右脚微后收，用把头向前下方盖压，把锥斜向左后方，两眼目视前方。右脚尖外摆，两手握把至腹前，铁把贴于腹部，然后用力向正前方刺出，做将军出剑，目视前方。右脚尖外摆，两手握把至腹前，铁把贴于腹部，然后用力向正前方刺出，做将军出剑，目视前方。